还有这里还有玩具呢，就玩具一个。哦，这是谁的宝藏？是你给你的。哦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嗯，从我的这里头找到的。哦，谁藏的？是小偷找的。这个用的是玩具。是玩具啊。嗯，这用那小偷用的不是好玩的玩具。就弄成了好玩的玩具。哦，小偷本来藏的不好玩，然后你把它，哎呀，变成好玩的了，是吧？嗯。呀，宝藏坏了。没有坏。没有坏呀、啊，那为什么裂开了？哦，是的。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是给我的礼物呀。嗯。这是什么礼物呀，宝贝？你这还有怪，还有可以恐龙和怪兽的游戏。哦，是吗？哇，你给妈妈玩一个看看。就把它拆开，这里头这游戏是打架的。啊，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也说了，他来手机给我拿走来。可能这样子要关上。啊，是这样呀，宝贝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